Hello，大家好，我是伟恩。今天要为各位转播的是《神话世纪》红牛杯的资格战。那两位选手呢，是分别来自英国选手 Racon 对上来自西班牙选手 Fortix。那双方的主神呢是宙斯以及太阳神拉。那这张地图呢是精灵之乡，我们之前直播上还有转播上，我们都有看过这张图。好，那这张图呢，先来看一下它的特色哦。首先，精灵之乡的话，它算是一张蛮好围的图哦，它算是蛮好围的图哦。两边都有一些小山脉，然后如果要拉墙的话，这边可以拉哦，这边也可以拉。严格来说，它也算是一个蛮观赏性蛮高的一张图哦，可阵地战也可机动战。那遗迹分布的话有四颗哦，下面两颗，然后上面两颗，整体来说还算是蛮平均的。那当然单挑赛的话，这个 TC 的落位呢也是两个跟两个，总共四个哦。其实我觉得神话世纪对比世纪帝国二来说，它的地图分配是比较平均一点点的，比较没有那些靠赛的成分。好，那 Racon 跟 Fortix 都是之前玩 CD 国四代的选手，我从2022年初期了解到他们之后呢，如今他们也转战到了神话世纪。然后这边稍微聊一个小小的八卦也是想要祝福我们 TAG 的后勤成员 Huni 因为我们的 Huni 呢其实是 Racon 的老婆，那目前因为也要即将小孩出生的关系呢，目前夫妻呢都是住在英国。那我自己本身呢在今年的三月呢也有跟 Racon 见面，那小小的感性讲一下，就是非常感谢这些顶尖选手曾经来过台湾，然后做一些交流。那身边有认识这么多顶级的选手，然后他们玩 RTS 的概念呢当然是跟一般凡人是不太一样的作为主播跟喜欢 RTS 的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希望这个频道呢未来也可以转播各式各样的 RTS 类型的比赛转播给大家看。好，那宙斯打太阳神拉，这两个阵营呢埃及跟希腊都比较强势一点所以这个亚特兰提斯看看之后红牛杯的资格战中有没有人用，然后我们再来去转播一下。那希腊阵营的话，开局基本上都会去升这个英雄希腊阵营。那这个英雄呢，除了有打斗能力以外呢，他是可以去早早拿遗迹。那目前 Racon 是已经先按一只英雄出来了嘛？看一下这边 Fortix 的话，因为是埃及阵营，看一下他是打那种主流直城吗？直鹰战术吗？还是说会有其他的考量呢？毕竟一般玩家跟职业选手是实力是比较不一样的嘛。目前 Fortix 他的这个乳牛也是放的比较分开一点，希望不要村民互相卡到，看起来是有稍微做调整过的。然后 Racon 这边的也有稍微去排这个位置，不过目前还是以打猎为主以打猎为主，吃这些乳牛的话还是比较后面一点这边Fortix 也是嘛，大家都是以打猎为主。好，那一上来 Fortix 就有这个建筑血了那这边宙斯是选择了半人马的支线这边走一个鲁小流加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有没有拿遗迹啊？目前他没有拿遗迹， Racon 打得非常凶开局是直接压上来打，这边直接撸一波，哇！在埃及阵营还没有做好防守姿态之前呢，就先来撸小。OK， 这边 Fortix 古典时代升级上来，箭塔也变强了。原来是这样子啊！开局直接打一个超级快攻，那这边祭司出来，希腊的英雄很猛啊！希腊的英雄现在出第二支。两只打全部吗？雷孔这边宙斯非常的强这边是该不会是秒杀局遗迹也不拿了直接哇
波田直拉村民上来打、欸，然后这个英雄跟鬼一样，吕布是不是 ？OK， 那发现这边 Fortis 有点硬啊，有点派啊，然后这边使用一个神力，直接把那个英雄给电死了。哇，宙斯真的也是他，上一集我们才讲到嘛，宙斯的神力，这没死一滴血 ，Oh my god！ 这边 Rekon 还要比哦。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GG! 这就是神话世纪一场五分钟。Oh my god! 但是我觉得很精彩，因为我玩宙斯，我都会去拿一击，我都会去拿一击，因为他英雄可以拿一击，很快，然后浓经济很爽。但神话世纪在这个职业选手、顶尖选手里不是。开局上来，埃及一个窗口，塔还没有升级，直接被打一波，两只英雄加半人马，只有三只军事单位，直接秒杀了西班牙选手 Fortix。 那这一套战术我还是上传一下，提供大家做欣赏。好，那这个转播虽然非常短，但是还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喂，怎么了吗？不是啊，主播，你这一步也太短了吧？啊，没办法，他就秒杀，我能怎么办？不行啊，这样太短了，待会会被说我们这步很水，而且有些观众，你看他们裤子都脱了，结果连个神力都没有看到。啊，好了好了，不然我待会再去录一步啊，你待会两步就把它剪在一起。啊，观众，你们裤子自己穿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恩。今天要为各位准备是神话世纪红牛杯的资格战，那这场一样是由英国选手 Rekon 对上西班牙选手 Fortix， 那双方的主神呢是北欧阵营的若基、对上埃及阵营的赛特。 OK， 一个是快攻非常强的主神，那一个是东原大亨主神赛特。好，那地图是沼泽，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地图的特色。沼泽这张图对它的概念就是野生动物非常的多，野生动物非常的多。那中央呢，不只是一坨猪群啊，是超级多猪群。也就是说，这张图中央资源真的非常的多以外呢，遗迹总共有六颗，总共有六颗在这个中央。所以我觉得这张图对我而言比较算是需要强军事的地图。那当然下方它这边是可以有一个河流做一个防守嘛，那你要开农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毕竟这边 Rekon 都选出了北欧阵营了嘛，北欧阵营这边是要做出一些杀伤力才有办法累积神力的一个阵营，那我想应该会走一个快攻流。那赛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ain 动物的赛特是怎么玩的。好，神话设计一盘呢，要快的话呢，其实三五分钟可能就结束了；要长的话，可能也长不过游戏时间的30分钟。所以节奏上来说，会比《世纪帝国二》还要来得快非常多。那一开始如果你在观赏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一集好像有点短，那也是正常的。OK， 那 Fortix 他的那个野生动物就是羊啊，他都是放的比较分开一点这边 Rekon 的话也蛮整齐的。好，那北欧的话不毕竟有矮人嘛，矮人的话采金速度是比一般的村民还要来得快。狂战士呢，作为侦察的步兵以外，他还是可以盖这个建筑物的。那目前盖一个圣殿是盖在蛮后置的位置哦，这个是不希望被 Fortix 发现吗？盖在蛮后面的位置。好，那现在看一下咯，赛特这边是说 Fortix 是 main 这个埃及阵营吗？连续两把都是出埃及阵营。那目前还是没有看到亚特兰提斯。那我们在上集有提到嘛，因为 Rekon 前些阵子有来台湾我们有见面这一次想要以 Rekon 为主角来
制作这个神话世纪。因为同时 Raycon 他在玩神话世纪呢，其实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哦，所以很荣幸小弟能转播到他的比赛，我这也是非常开心。好，现在目前开局北欧这边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除了这个褐色战士英雄单位可以去拿一击的，我跟那个希腊阵营的英雄是一样，可以去拿一击。那中间因为有六颗嘛，加减拿，加减拿。现在出第二只，现在这些骡车往前送，然后一样做打猎，也就是说这张图的羊基本上都不用去吃它了。好，那上来这边 Raycon 的话是盖一个大厅，一个大厅，一个圣殿，等一下还会有藏屋吗？标配的配置。那埃及阵营的话，前中期基本上都是比较偏防守一点。目前的话，这些野生都直接拉回来。OK， 目前遗迹已经拿第一颗进来了。哦，这场前期比较安静哦。因为洛基的话也是开始点那个经济科技，一级木，然后一级金，这个都是采集速度提升。哦吼吼 ，Vortex 这边是来一个双 TC 开，果不其然的，埃及阵营还是比较主防守哦，前中期比较主防守。但是这个 TC OK 盖起来了，那目前这个英雄过来是打不到。好，那现在已经双 TC 打单 TC， 洛基这边怎么办？抓死一村？没有，差一点。现在 Vortex 2 TC 之余，祭司动物海还想要前压吗？想要控制中央的资源吗？目前，Raycon 的第二时代的神力还没放啊，这个是一个补血的神力哦，泉水无法被摧毁，但是可以被敌军占领。那目前他还是在观望，这场比较没有打快攻了哦，先观望一下对手怎么打，然后这个目前神力两边都还没有放哦，稳扎稳扎流稳扎流。那目前 Fortis 也没有真的做进攻，他只是在中间卡腹地而已。好，这边动物往前压吗？那这边要打了吗？没有，稍微拉一下。目前后面补了蛮多军营的哦，哇，三军营，埃及这里双 TC 还可以三军营 ，OK， 赛特这一盘打得颇凶，目前北欧这里有做什么事情吗？我看一下，生了很多矮人啊，疯狂挖金啊。看起来是要冲第三时代，我看起来要冲那个英雄时代来打。目前有做这个木墙的防守，稍微守一下侧翼。村民的话，后面还有一些些许的食物。那埃及这边的话，开始点一些科技了。哦，长枪兵，还有毒蛇矛，长枪兵可以沾这个毒液，哦，持续扣血。结果 Raycon 也决定要来开这个双 TC， 沼泽这张图可以打得很军事，也可以打得很防守。那现在 Raycon 才开这个 TC 会不会太晚呢？现在是29村打38村了，目前是村民数落后。 Vortex 他开局起得漂亮以外呢，动物园大亨直接在中间卡，
现在长枪兵出来做一些垃圾海的防守，然后经济目前我想应该也是暂时领先了。然后这盘看起来是有可以打到一个中后期的部分了。那目前北欧这边也是只有出这个锤子英雄，矮人这边挖金挖得很快，已经把金挖得差不多了，等一下往下一趟金去走。下一趟金可能是挖这里，那这一边的金可能留给这个 TC 生出来的矮人再去挖。那目前 Recon 也打得非常稳健的，其实哦，他开了双 TC 之后呢，有没有做进攻不知道，但是先上围墙。好 ，OK，Vortex 目前这边有升长枪，但是也仅仅只是先做防守。两边都蛮稳健，三 TC， 原来 Recon 也是会偷机流的，是不是？哇，这个 TC 就直接开在这里了 ，Vortex 没有看到 ，Vortex 没看到，哇 ，Vortex， 我现在才盖。这个三 TC 这个不扁他吗？我现在看到了，三 TC 呢？这要扁吧？这要扁吧？当第三时代扁了吧？有，对面已经在点了，哦，点那个，等一下有毒蝎子的这个支流，等一下准备来打一波，44村打49。哦，最终矮人是往下面挖金，他没有往上面，上面没有做围墙，比较稳健一点。现在才开始过去，偷归偷，但是没有像 Viper 这样子那么偷。哦，他是比较稳健型的小偷而已。现在 Vortex 到了英雄时代，有一个时代差，升级上来呢，先走重伤长枪兵，直接来了，直接来了，中间直接盖个要塞。直接爆破一波，这边 Recon 怎么办？ Recon 这里也点时代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上来。这边升级上来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放神力吗？放神力吗？要打吗？好，这边直接开打，没有，这边直接拉掉。那这个 TC 是不是直接放了？好，这 TC 直接放掉。倒是这边 Vortex 神力全开啊。哦，神力天眼、毒蛇、先祖，全部都开了，开一次全开。这一波有需要全开吗？我想一下，感觉上有点浪费耶。Recon 这一波完全是没有要跟你拼，先退，神力全开了。这边目前 Vortex 打非常凶啊，分明数已经是56村打57了，已经追上来了。哦，但是这边北欧阵营稍微夹一下这一波，这一波中央长兵在前面，然后东元大亨在中间，后面有祭司，还有这边的保兵、战车工兵，在二代是孟加拉在出的战车工兵呢，在这里呢，埃及阵营也可以出。那现在这边前中后排都有，直接拆这个大厅。现在 Recon 稍微夹一下，那现在这个机体也要稍微再囤一下。现在这边出了这个金珠哦，战珠，我都加金珠啊，因为它那鼻子会发光哦。你们要加战珠或金珠都可以，反正哦，现在出了四只，然后稍微夹一下，这边要上来打了吗？不然这边被拔光光，残物也掉了。现在 Recon 这里打到 TC 来喽，直接拼一波。现在这边后面放这个圣泉，哇，这个圣泉放的位置真好啊。哇，这个圣泉拿来当一个英雄联盟的那个温泉在用，直接开自家补。现在这边，赛特这一盘机体也开始开了哦，然后基本上就是战车祭司加长枪兵哦，战车祭司加长枪兵哦，动物现在可能就没那么强哦，现在还是要靠那个一般的兵种打。那 Recon 怎么绕出去了？他要去哪里呢？还是要去 counter attack？ 家里不可能放推吧？还是要包吗？这边工程卡进来了，现在两侧直接包吗？从侧边包，包一波。这边 Vortex
Vortex 这边被包住一波，这边直接开一个神力，火焰兵器直接打一波。好，这波好像那个宙斯，不是宙斯，洛基有点猛啊！完蛋 ，Vortex GG，Vortex GG， 哇，这就是神力的 power 啊！刚第一波那个这个全部放掉了，这一波没有赛特的这里的神力，感觉上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大决战的时候才放更好。哇，这边直接反打一波，顶级防守反击，金珠直接撞，这边战车没有保，没办法出。哇，这里继续。恭喜英国选手 Recon， 哇，那这场又是一场胜利啊！哇，这场我觉得神话世纪好看的地方真的是神力的释放，还有战术配置。Recon 三 TC 骗你一波，然后 Recon 这里不跟你打，骗出三招神力，然后自己的温泉放在后面反压一波，这个战术实在是思维太精彩了。我只能说 Forty 这里太不小心了，可能错估 Recon 的这个兵量，然后这边就以为是决战，最终大决战，结果这里才是少了这些神力，有这些神力都不一定会赢啊。所以这个神力释放的时间点真的是玩神话世界的一大考验哦。那我觉得这集也算是蛮精彩的，而且看到洛基可以是打防守的，而且他这个温泉用的我觉得是恰到好处，提供大家做参考。那这期转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